黄老板出来了，我们在这等他，好不好？西京，我们在这等他。你找谁呢？在那儿？哎呀，我本来要吓你，你蹲这吓我啊？我以为这是透不过来的。你找谁呢？在那儿？我本来要吓你，我以为是透不过来的。你看到我？这太清楚了，在那儿。你不怕这一下给你打屋里去？你怎么先过来呢？如果是他，他肯定吓得要飞起来。有这还挺壮的嘛，啊？他摸起来比看起来壮很多啊。我已经5个月没有练过。他摸起来很壮。我摸摸看你，我已经软了，我已经是不是很软肉肉的，感觉好有安全感，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。你臂围有多少？36。哇，那很粗了。哪有，你应该40吧？少，这40太，40是一坎儿好吗？40太难上了。你大概38、39。那差不多，但40肯定没有。我没有36，我搞错了，我33，我搞错了。我有，我两个加起来。你腰也有。我没有。他，你问问他的肩膀很壮吗？哎，他呀，他。哦，我的肩膀，比较圆，结实的。我也回去练了，年纪大了得练一练。你也回去练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我回家开始。